看一下，很温馨，小小的很可爱。这有一个卧室的床，帮我看一下吧。第二个卧室床，第三个卧室床，是不是厕所用的？ I don't know。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帮你看啊？这是个 closet， 放衣服的。他们的一个介绍，我现在在发现这第二天早上，我们今天要去大雾山，这是个旅游城市，大家看一看，哇，好漂亮，很有圣诞气氛，已经那个树已经摆在那儿了，好多城堡的感觉。啊，这个还有一个金刚。好玩吗？这就 awesome 了，看几块冰就好高兴了。正好碰到这种冰崩啊，这叫。何教授，全家的这个，全家，你们全家拍个视频而已啊。啊，需要讲一段话吗？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田纳西的这个要上最美最美的大雾山的一个景色，一个 dome 的地方，就有个圆顶吧。最讨厌爬山的我也没办法，谁让它是全美最 popular 最 popular 的一个山呢？山顶还有200米，可是累得要死了，已经猜到是长得什么样了。哇，可以还能跑，哎，终于到了，结果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小天桥，这就是一个高速公路的那种，但是靠人工的。My mom's scared of heights。呀，超强的恐高啊！现在是6600米的高空。非常安全。不是特别远，只有800米。还得吃饭呢，这里。哇，好好玩啊！伊宾娜又来了。啊，对对对，坐缆车，哇！Skylift Park 就这个 Skylift， 就这个 Skylift， 就这个就这个，哇，这个好玩，这个是太酷了，这个。哎呦，这个城市真的是劝大家都来市井玩玩，很好玩。这里了，对。Escape room， I love that escape room， I love the escape room。瞧瞧这条街，站在这里都觉得满满的幸福感。太开心了。Right now we're at Gatlinburg, Tennessee. 好多好玩的。We're planning to go on escape games and this like, I'm not sure if it's on here. Oh, it's right here, it's right here. 高尔夫的。这个城市有点像 Vegas， 但是好像比 Vegas 要好玩一点，没有赌。暂时没有看到 casino。对啊，是看那个云，看到了吗？对呀、啊。哦。上面有一点点 rainbow 啊，看到缆车了吗？然后跑上去，你们要看到这边有个桥。哈哈。
他们喊着要上去，可我害怕。我们准备吃这个龙虾店，就吃你了。看看这个 candy 的 shop， 满墙都是糖。哦，加上 green 的，还可以加颜色。红绿色了。这里的密室逃脱已经坐到山上去了。这种的全都是密室逃脱的房间。还可以打盖儿修，实在太多好玩了，所以 Chris 现在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啊，有点不舍得走啊。Anymore. What's this? Is your next stop next door?